我这边觉得，哇，哥你那纹身好帅啊！你说什么，美女？说你纹身好性感呀！能不能给我家老铁看看你的奶子？我给你再点点关注呗，行不？要封号啊！看是可以看，咱私下看行不？这样看要封号呀！操你妈的逼！你是卖的吗？你这么骚！想去卖呀，可是没人介绍呀。多钱吗？你不行跟我吧，跟我吧，我天天带你吃香的喝辣的，我操！天天扣你小辫儿，天天扣你小辫儿，行不？啊？行不行？你说什么？你给我家老姐看看奶子，给你点点关注。你现在3.3了，刚才还3.2呢，是不是？你给我看看弟弟，我给你点关注。你妈的，你看看逼，让我们看看逼，操！我把人给甩过去，你妈的逼！你给看看逼呗，我操了！你给我甩上10000人，我就给你看。你有逼毛吗？逼毛长出来没？我操！黑不黑？没长齐，毛都没长齐就出来混了。你想吃我的小鸡脖吗？你露出来我吃一下。你想吃啊？对呀，想吃呢，你弄出来呀！操你妈的，你太骚了，你妈二逼，不是吗？二逼哥，真骚，那他妈的。